我累了，睡一会儿，我的蛋宝宝要好好的哟。一只恐龙蛋，好想吃哦。啊，大恐龙在这儿，还是算了，赶紧跑吧。苹果，好吃的苹果。哎，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的蛋？那拿回家去炒鸡蛋吃就好了。啊，那天哪，有一只大恐龙。哎，我还是赶紧保命吧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一个大鸡蛋，太好了。嗯，不是鸡蛋，恐龙蛋。没事没事，睡着了，我把鸡蛋弄回家去。我的蛋宝宝呢？哎，你是谁？啊，怎么这么巧，这就睡醒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要偷我的蛋宝宝？哎，没，我在和蛋宝宝打招呼呢，再见。再见什么再见？你肯定是想偷他，哈。